小朋友，好久不见。我们相信这段时间因为很多的原因，你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当中，但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老师们会透过影片在网络上跟你们一起来敬拜主，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一起来赞美他。欢迎大家一起来。你这敬礼请Thank you.
我们开道路。愿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与你的爱，再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指引我们前方的路。主啊，向你祷告，祝福整个世界，祝福在我们的当中，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向主耶稣献上感恩、祷告与敬拜、奉献，悦纳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Hello， 我们又再次回到主日学的当中。那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认识我们的耶稣。那我们要来看哦，耶稣呢与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他们一起前往了客西马尼园。当他们前往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啊，耶稣对所有的门徒说，他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有的是耶稣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像是耶稣将要死亡，将要复活。耶稣跟门徒分享了好多的事情。可是啊，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急性子的谁来啦？彼得来了。当彼得来的时候啊，彼得就对耶稣说，众人虽然都跌倒了，我总不能。后，耶稣却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啊，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时候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而且所有的门徒都是这么说的哦。但是啊，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被带走的时候啊，就有些人就来问彼得了，吼，你是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同伙的。当他被发现的时候，又有个使女来看见他了，他就站在他的旁边跟他说，对，这也是他们一党的人。彼得不承认。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看着彼得，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这个时候啊，就发作起誓，他就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鸡叫了两遍了，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时候彼得心里忧伤，他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哭了。彼得虽然犯错，可是主耶稣他仍然非常的爱彼得。孩子们，你们也会做错吗？我也会做错。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他仍然爱着我们，而且呢，耶稣也会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你与我与基督的爱隔绝。你的优点，你的缺点，所有你的一切和我的一切，耶稣都知道。耶稣会持续的看顾，与我们同行，带领着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耶稣会看顾我，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体谅。那我们要来问问你哦，你有玩过两人三角的游戏吗？两人三角，当你的角跟别人的角被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会痛吗？如果是我，就会觉得绳子绑紧的时候会痛。那还会有其他的感觉吗？我想是我要如何跟我的朋友两人三角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向前走跟向前奔跑。那我要怎么样跟他配搭呢？我要慢慢的
跟着他一起按着他的拍子，按着他的速度，还要彼此关顾，等待他，他也要等待我，彼此帮助，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顺利的向前行走。不过啊，在这个游戏的当中呢，不单只是这样哦，像你跟我，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时候，如果他我们的脚被绑在一起，可是他想要往左边走，那我想要往右边走，可是当我这样子走的时候，我们都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走，那一定会跌倒。在你的家跟我的家，会不会常常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想法，我想要吃我自己想吃的东西，最舒服的东西我都要先拿到。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家里的人一定会起争执。那如果我跟家人起争执的话，我想上帝一定不喜欢我们起争执。所以啊，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互相体谅的重要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好，那我要请女生跟我一起读单数节，男生来读双数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与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为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呢，与罗德啊，他们这两个家庭呢，他们其实是彼此相爱的家庭哦。他们过去，亚伯兰呢，他是住在乌尔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上帝呼召他，要让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让他去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可是啊，亚伯兰他其实不知道未来他要去到哪里，甚至他里面没有不晓得他要往哪里去。可是上帝指示他，上帝呼召他，他就愿意相信主耶稣，相信上帝，并且跟随着上帝而向前行。而当亚伯兰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加给这个家庭、这个家族丰富的东西，有什么呢？有羊，有牛，甚至是财物、金钱，哇，各样的东西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就丰富了，越来越来越丰富，那就是亚伯兰顺服神所拥有得到的这个恩典。可是啊，但是当他们越丰富的时候，羊变多了，牛也多了，人也多了，牧羊人，对不对？牧羊人也变多了。这个时候啊，
他们两家人之间啊，就开始有争吵了。他们就争吵说，这是我的地，那是他的地，这是我的羊，这是……他们开始有一些冲突了，以至于在这块地的上面怎么样，太多人了，容不下这么多人。这个时候，亚伯兰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亚伯兰呢，他就想说，哇，那我就让，那我们不如就来选个地方吧，我们就来搬家，让罗德，亚伯兰就让罗德来搬家哦。那我们来看，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啊，也居住在那个地方。亚伯兰的牧人呢，和罗德的牧人，他们就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都是亲戚，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是亲戚，我们怎么可以吵架呢？上帝也不喜欢我们吵架。”因此啊，亚伯拉罕与罗德决定分开来往。亚伯兰呢，因为呢非常爱他的侄子罗德，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就让罗德先来选一块最好的地。这里说，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我们要来看，于是罗德啊，他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在这个约旦河的当中啊，全平原的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丰富的水源，还有草。在那里呢的资源很多，他就想说选这块地居住应该对他是好的，所以他就决定要挪移他的帐篷去到这个地方。而他们从埃及地一起 OK， 后来呢罗德啊来到了他们所定的这块地。可是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啊，他觉得这块地非常的好。可是呢后来啊，他就是下面这里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后来呢他本来住在这里，也渐渐的往索多玛跟俄摩拉。之后在索多玛跟俄摩拉呢，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他选择这些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他看见那里很繁荣，所以他想要选择那块地。那亚伯兰呢，他就住在他们的旁边，在这个地方。亚伯兰呢，他就展现了他长者的谦让，让罗德呢，让罗德可以呢先选。因此他们的两家人呢就不在一个争吵与争闹的里面了，所以在他们当中就带下了一个和睦相处哦。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个影片。The Faithful Hall of Fame AbrahamThis is Abraham. Hey. When Abraham was younger, he was known as Abram. Oh. Abram lived in a place called Haran. One day, God told Abram, "Leave your home with your family and go to a place that I will show you." Ah. So Abram traveled with his wife Sarai, their nephew Lot, and the rest of their family. The new land that they made home was crowded.Abram said to Lot, "Let's not fight. Is the whole land not before us? Let's split up. You go one way, and I will go the other way." Aha! So Lot looked to the left and to the right. He saw that the land of Jordan was well taken care of, so Lot chose to go the way that looked better to him.
He took his family and they settled in the beautiful land near the town of Sodom. Abram took his family and they moved the other way. Then one day, God said to Abram, "Look up. All the land you see will be blessed. I will give it to you and your family forever." Abram received the promise and the blessing because he was faithful. 影片看完了，我们要回到当中咯。每一个家庭，你和我的家，是不是偶尔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生争吵或是不和睦呢？就算啊，家人彼此之间配合，可是我们难免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亚伯拉罕因为体谅罗德，所以呢，就把他的土地就建议，那我们就来分吧，你就去。所以这是一个和睦相处的。那今天我们有哦，这里我们最大的敌人啊，不是外来的攻击，最艰苦的不是多少财富，或者是有没有短缺，而需要的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彼此互相要谦让，彼此要关心彼此，因为神不喜欢我们争吵，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相信家人一起解决问题是上帝所喜悦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有几个小故事，我们要来问问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好，小希呢，他从学校回家，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桌上放着温度计还有药包。小希知道妈妈感冒了，为了妈妈和家人呢，小希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你是小希，你会做什么？如果我是小希的话，我会祷告，我会为妈妈祷告。那我还会做什么呢？我可能会帮她降温，我会照顾我的妈妈。那第二个问题要来咯。第二个问题是，小英的姐姐呢非常失望，因为啊，在准备话剧表演的时候啊，她原本期盼担任的角色最后是别人演的。小英可以为姐姐做什么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想想看。如果是我，我会安慰她，鼓励她，告诉她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努力哦。你呢？跟我想的一样吗？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阿赫的哥哥好开心哦，因为他参加了科展，得了特优奖。当他得了特优奖的时候啊，阿赫可以为哥哥做什么呢？你会为他做什么呢？写一个卡片。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写一个卡片祝贺他，并且我会跟他说，我会称赞他，因为我觉得我的哥哥真棒，他是我的好榜样。好，那再来呢？秀秀的爸爸他工作十分的认真，都会忙到很晚才回家，爸爸看起来也非常的疲倦，早上也比秀秀还要早就去上班了呢。秀秀知道爸爸最近很忙，为了爸爸和家人呢，秀秀他可以做什么呢？我在想，你想的可能跟我一样，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为爸爸捶捶背，让他不要这么的疲累。那我还可以为家人做什么啊？不晓得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我的是帮忙做家事。再来，我想到的是，只要我所做的事不要让我的家人担心，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了，让我的家可以和睦。每个人的家庭都很特别，你跟我也都很特别，你跟我也都很独特，让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是彼此相爱，彼此帮助，不管是开心，不管是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合作，为神上帝。
这是我们这礼拜的行动，耶稣爱我，保护我，还有我们要持续的做陶足喜悦的生命。这是今天的金句，那我们一起读咯。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只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那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他祷告，愿今天的信息在我们的当中带领你跟我与家人的关系彼此和睦，彼此体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到与家人的关系我们能够互相体谅，求你把亚伯拉罕还有谦让罗德的宽胸的这个胸襟也放在我们的生命里，相信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帮助我与家人争吵的时候能够一同解决，学习彼此相爱，常向家人表达彼此的爱，向主耶稣献上感恩，愿主耶稣与我们同行，看顾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主日学的宝贝平安，很开心黄真老师又在空中跟你们相见。哇，我们这周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国家，那是什么样的国家呢？那在黄真老师介绍这个国家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看看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影片吧。Our great God, in this moment of worldwide crisis, we kneel before you in helpless dependence, crying out to you about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that has spread over our entire planet. Father, we cry out to you in prayer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Far East and Western Pacific, all the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in Europ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Africa, in the Americas. We confess that in spite of all our scientific and medical knowledge,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we cry out to you for your protection and healing.We pray for your sustaining provis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ose putting themselves in harm's way to care for the sick and dying. We pray for government leader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devising strategies to curb the spread of COVID-19. We pray for those working day and night to develop a vaccine against this deadly virus. And we pray for ourselves.That you will keep us from panicking and deserting our neighbors. Give us the wisdom and discipline to follow instructions and take precautions to avoid spreading this dangerous disease. We pray also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having on our world and on each of us individually.You said if we have food and clothing, we should be content with that. Almighty God, use this time of crisis to focus us on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Help us even now to be as generous with others as you have been with us. But Father, even in the midst of this pandemic,The deep cry of our heart as we bow before you is the spiritually lost condition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7+ billion people. We who are praying to you now, Lord God, are simply sinners who've been saved by your grace, and we long for millions of others to have the same life-changing experience.And so we plead that you would use this current coronavirus crisis to cause men and women, boys and girls, to think about life and death
heaven and hell and time and eternity. And we pray that many, many will come to a saving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because of this time of worldwide crisis. So help us, your people, to share the message and love of Jesus with all those around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love you, Lord. We trust you. We worship you. And we pray all these things through Christ our Lord. Amen.看完了这个影片以外，我们也要继续的为全世界来祷告，希望一件事情就是疫情不能影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而且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透过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还有福音来敬拜他，好吗？好，那今天黄晨老师要带领大家去到一个国家，它就是我们的德国。那德国非常的特别呢，你看到它的国旗有几种颜色？有三种颜色：黑色、红色，还有黄色。那这三种颜色代表很特别的意义。那有机会呢，黄晨老师再特别给你们介绍这三个颜色要代表他们国家什么特色。今天呢，我们就去到德国这个国家。那德国在哪里呢？在欧洲的中部，在欧洲的中部。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德国这个国家呢？因为德国呢，现在是全球十大确诊的国家其中之一。那他们确诊的人口有多少人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确诊的人口有153129人，这是截至这个礼拜哦，截至这个礼拜。那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确诊的人口出现，我们等一下一起为这件事情求神来保护跟恩待。好，那想到德国，你们会想到什么呢？那我要告诉你们，很感谢神，因为曾经有一个人，他叫做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德国人。那因为他的改教，因为他的帮助，使很多人能够真的认识耶稣，真的知道福音的意义是什么。那也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要德国，如果你们去看德国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哇，柏林围墙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在他们国家占有很大的历史意义。那金雕是他们国旗当中的国文的一个代表。好，德国的生活呢？德国拥有高技术的工业，高技术的工业，就连哇、很有名的宾士车啊，他们的总部就在德国啊。他们也注重生活的品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在德国，哇，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哦。好，那要告诉你们现在德国的疫情的现况。那新冠肺炎呢，在德国，虽然德国的工业、德国的医疗非常的先进跟发达，但是相对在德国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峻。那他们的总理呢，也因为曾经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的医生，他现在也在自主隔离当中。那德国也有相当安全的生物研究师，他们正在日以继夜的研究这个疫苗。我们也来祷告，无论是德国或者是全世界，他们在研究疫苗的当中都能够赶快找到了原因。那也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生活的模式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过去德国人呢不会囤食物，不会跑到这个超市里面把食物买回家放，他们可能吃完才会再去。可是因为
他们心中有一个害怕，就觉得哇，怎么办？如果明天没有食物，明天没有粮食怎么办？他们就改变他们的生活模式。那在台湾曾经也有一度是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下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好，要来介绍一下德国的文化。那德国呢，哦，一直被称为诗人和思想家之地，无论是他们的文学，无论是他们的艺术、音乐、科学都非常的厉害。哇，德国呢，我要跟你们介绍三个很特别的人。一想到音乐，你们就会想到音乐家贝多芬，对不对？贝多芬，那他是一个德国人。那我告诉你们，爱因斯坦，哇，他非常的聪明，他研究非常的多的数学、科学。哦，他也是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家，他叫马克思。那他我就不做多的介绍，你们以后长大在课本里面、历史课本里面，或者谈到一些思想家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他有出书哦。好，德国的宗教信仰，感谢主，因为刚才我们提到马丁路德改教的事，那也因为马丁路德改教，从过去德国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信仰基督教，也信仰天主教，那也带给他们很大的丰盛跟很大的改变。那这是马丁路德。那他们国家当中也还有很多从前留下来的一些教堂的遗迹。那看到这些教堂的遗迹，科隆大教堂、圣母教堂，你们就可以思想，哇，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神的话语，甚至神的仆人来到这个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是多么多么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最后呢，我们就要来为德国祷告。好，那黄晨老师要告诉大家呢，因为欧美国家其实过去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疫情的事件，所以他们其实遇到这样的疫情，他们也非常的紧张跟害怕。我们就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他们的心里来祷告，也为他们的政府，为他们的总理有智慧、聪明跟启示，更为他们的经济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闭上你的眼睛，跟我一起说：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愿你祝福德国，愿你的平安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我们祷告，求你祝福他们的政府，还有他们的总理，能够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也为他们的经济来祷告，愿你祝福他们的经济，每一点每一滴都在上帝你的保守当中。谢谢你，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一起大声的说：阿门！拍手荣耀都给我们的耶稣。好，孩子们，记得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你们要上线收看线上主日学哦。拜拜，愿上帝祝福你们。